怎么在这儿？梦游了吧？ 苏俏，苏俏，我拿个卡带机。 耳朵都要被你喊聋了！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昨天半夜你自己跑来我床上，还抱着我不撒手，推都推不开。我才想问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你说，我抱着你睡了一晚上。 想起来了，苏俏，把门打开。我不开。你这是掩耳盗铃。你说在里面关一辈子吧，关到死，就没人提到这个事情。你怎么一大早上就开始折腾了？今天我跟林子路，你只能留一个。你行了，你昨天晚上还跟子路在客厅睡了一晚。 你今天能不能消停点呀？我不管，你就在里面关一辈子吧。嗯，没事找事啊？这块肉长得好看，我就想吃它。 叉烧好吃吗？
苏俏，你是魔鬼吗？你自己吃啊？怎么样？你还想打我啊？我好怕哟。那是我前天买的猪肉，不是叉烧啊。子路，你爸爸来电话。哎，林老哥，哎。 嗯，子路在这很好啊，子路啊是个好。哎，林叔叔，我是苏俏。哎呦，您不知道，这两天他都是怎么对我的？我跟您说，他可欺负人了。哎呀，苏俏，你不要乱讲实话。不是，不要讲实，不要讲，不是瞎讲话。林叔叔。 看来这两天总是欺负我，害我摔泥坑，他弄丢猪，还有粮食呢。林叔叔，您再说一遍。随便用它，它就应该多吃苦，不然啊，师傅会挑三拣四。林叔叔说让你帮忙多干活。想得美。哎，怎么？你要我再和你爸？ 你有什么活要干，你就让子路帮忙啊！随便使唤他。哎，不给你，你来。给我。今天小的数字凑合，你跟我看电影。做上一个梦，管它世界多美。 风景什么无所谓，我只要浪漫堡垒，牵着你的手，多热气球爱的氛围，探索新宇宙，下一个奇妙感受，是你的眼眸眨着弯。